大家好，我是梦竹，我现在人还在维也纳。今年非常的特别，我们邀请到了很多的学长学姐们，非常感谢你们能够在这一天帮我们所有的学弟妹们加油，也欢迎大家带很多的亲朋好友来一起听我们的音乐会。我们29号不见不散哦，大家圣诞节快乐！今年呢，12月是我们的圣诞节。那我们有一个实习演奏会，在12月29号的晚上7点15分，欢迎你们来参加哦。那记得大家一起来欣赏我们这个美妙的音乐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！12月29号。